好的，第一个看看我这个是先摒除一些所谓外在的一些因素啦。嗯，它就很单纯，就是这个墙面如果它是渗水漏水，它里面如果有管线，在管线要补一些嘛。天后宫那边有摊位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你要把外面的那一层，因为我们的不管结构墙或是砖墙，等一下，啊，比如吃饱再带点。天后宫就这边直直去哈，啊下墙哈，啊下去，左手边那边就是天后宫。我早上去到你有路，那天我带妹妹去晚上，妹妹哇。哇！放心。对，防水做好之后，你要选看到花灯了，花灯了，哎，家具都会很。晚上你那个啦，很亮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你把那个地来刮掉啦，刷一个防水漆就好，那个真的只有暂时，过一段时间它又破起来又会长毛，所以那个墙面还是是要先治粉。OK。就像刚林阳讲，如果说姐姐她有康家谷、方家谷、非洲谷、木香谷，她还你买她乐买她乐器，她送你特产呢。就是这样，因为它不便宜的。不过现在乐器比以前便宜的。哦。嗯。小弟的卷腰附近。不是，不是。不要，反而是手工的木吉他，比电子吉他还贵。对。